Winning is not just a goal, it's my destiny. I will destroy your spears to achieve our glory. 对着镜头霸气喊话，前 NBA 球星表弟 Cousins 真的回来台湾了。完美的抛物线球应声入网 ，Cousins 才返台没多久，18号就马不停蹄和 T1 直男台啤永丰云豹的队友练球，展现想要帮助球队夺冠的企图心。You guys have welcomed me with open arms. The hospitality has been, you know, through the roof. I can feel the love. I can feel the joy while being here, and it made my decision to come back that much easier. 天哪，这样热爱台湾都想让 Cousins 打中华队了。这次台啤永丰云豹真的是大手笔，还让 Cousins 和家人入住大直五星级酒店，就是希望他们能在台湾过得舒适又开心。其实我们也很开心，他能够把全家都带来，然后让我们台湾的食物啊、环境啊、打球的一些风格，让他很印象深刻。毕竟这是他现在离开 NBA 的时候，他希望在全世界打球的一个愿望。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云豹洋将 Cousins 愿意再次点头来台，让很多球迷感到非常兴奋。云豹球团连续两个球季邀请大咖球星加盟，也让台湾篮坛再注入一股 NBA 热潮。镜新闻综合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静好新闻。